彰化市大地国小原有的图书室，因为橱啊、桌啊、椅啊已经老旧，无适合使用，大部分拢破损，无符合使用需求。为着改善学校图书室空间，县府补助甲土推展计划，改善国小图书室空间，并且伫今仔日正式启用。在开幕启用的今仔日，学校以办喜事的心情迎接各界贵宾的来到。彰化市大地国小为着要给古早的囡仔打造一座现代化的图书空间，并且提供社区的民众亲自看册场所，所以利用县府补助款，结合学校特色，进行图书室优质化整建工程，整合原有的图书室、教室、走廊以及露台等等室内外空间。规划了这座有成品文青风格多功能的图书文中心。大竹国小总共有1000多位的学生，那么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。那么教育呢，我认为要从阅读来开始着手。因此呢，我们感谢县政府给我们这样的机会，那么来改造我们的图书馆的阅读空间的改善。那么跟同仁们商量之后，我们决定把它命名为修竹阅读艺文中心因为它是修竹馆嘛。那在二楼呢，这个两间教室把它打通，那么它这个窗台把它打通之后，我们往外推啊，女儿墙把它做成这个很有气质的铝门窗。那整个开阔的空间，两间教室就把它打通之后，有一区是藏书区，一区是阅读区跟艺文教育的中心。馆长表示，建设大中华，好立好中华，是县政当中的优质教育。彰化县政府不但努力改善各学校教学环境和设备，更全力推动教学教育。县政府在鼓励所有的国人以及同学都能够踊跃来阅读。那我们知道阅读是这个国际教育的一个指标。那我们彰化县政府为了推动这个阅读，我们有一个方案。就是阅读这个越幸福这样的一个方案哈。那我们每年都编列了2000万提供10到20个学校来申请。除了这个书香阅读以外我们还提供一些硬体的设备的经费补助。除了管户补助相关硬体经费之外，设备经费部分由大地国小家长会补助甲市公所、大地国小完成消费合作社补助。好，小竹国土艺文中心会当圆满落成启用。新中华新闻白明林中华采访报道。